金球奖是台湾音乐界一年当中前台的盛会，许多音乐工作者也透过金球奖的倾听，以为继续创作的动力。在业界如二十届的金球奖当中，客家音乐人也强用表现的几何，有七种音乐钻石，总共入围十三项的奖。据说行政院合议会如期办一场客家音乐金球入围茶会，来鼓励业群入围者对客家音乐的付出。情歌、客家传统山歌，一条充满东洋风格的音乐，都将客家音乐表现到东大眼。当给优秀的学习音乐人，从经验经验中度，无论是传统艺术队，还是流行音乐队，都表现到东站。古早哈皮皮特别期盼客家音乐经验演员茶杯，接下来演员的人还有得奖者都出席一场盛会，同时希望做内套经验中度，留下卡多的音乐人相互交流，未为客家音乐激发出更加多的作品。听讲你内高雅音乐安尼有个竞争，有竞争哈，因为运气噶哈，个进步了解哎，一摆哎，偏人有干嘛嘅东西，吼、哦，伊嘅进步嘛嘅东西，安排哎，下摆可以安尼改变。下摆安尼爱大兵音在音乐方面吼，爱特别来做改善。虽然讲传统嘅音乐流传下来也真好哈，不过安尼底下含有真多进步嘅空间。对两摆客家音乐嘅发展，运用嘅类似通路，即得到第十七届金曲奖今日未在公演嘅刘小喜表示，希望两摆做嚟提供客家多嘅舞台，帮客家音乐人来展现，希望客家音乐市场将会更来更盛。冇舞台，冇公开舞台。无法突破，安尼咧消费太重，了解讲，点样了都客家音乐人都做物解，来当希望有一个机会，是得用正经音乐会的方式。他这个系，佢个会系听歌嘅，唔系因为物解发托，系单纯就因为哦听歌听音乐来参加呢个发托。所以客家 VNV 会全力来协助哈，客家音乐来推广出去，最重要是有表演的舞台啦。一定要有表演舞台，没舞台的话，给个作品啊，还好，大家没唔低，所以我要鼓励大家，安尼向前啊，一定要来支持安尼客家音乐人。一笔就系天天，接下黑皮皮发的一笔中牌，一条一车慢慢地落成去做嘅音乐工作者，是希望做啲老行客度嘅民族向下分享，要将最正嘅客家音乐流传下去。客家新闻特别之吴冠脱波涛。